水龟有哪些品种？水龟的品种啊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多，不光在我们中国啊，在国外都有大量的分布。那我们来说一些我们日常中可能最常见的，首先排名第一的就是鳄龟，可能在大马路边上或者说一些工地大树上都会吊着，哎，一直看起来比较狰狞可怕的一个很大的龟啊，那个就是鳄龟。鳄龟呢又分大鳄龟和小鳄龟这两种，这两种呢都是纯水龟。那还有一些中国本土的啊，比如说黄岩闭格龟、黄喉拟水龟，哎，包括一些这个草龟，这些都是中国本土的水龟。那还有一些，比如说日本石龟，比如说密西西比火焰龟啊、地兔龟，这些也都是水龟。所以我们现在列出的这些呢，只是水龟中的冰山一角。在每一个品类或者是每一个亚种上面，它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细分的水龟种类。水龟种类在这个地球上可能有上千种，甚至更多，可能还有一些没有被人类发现。但是我们日常中啊，真的能见到的还是比较有限的，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啊，可以继续的深入的了解一下。